今天天气好哦，去看一窝新的狗狗，新的小奶狗。咦，阿姐，我刚哎，下车你在这里欢迎我，阿姐你记得我了？阿姐，听说你生小狗了，我来看看你。表姐呀？不是表姐。这不是表姐，这是阿姐。哦，我们刚下车，下车的就在这里等着喽。哎，走上去。你看一下，像阿姐的，佛系的，这个睡觉的。哎，怎么？有人来看你都不懂。哈哈，好可爱哦，这两个狗狗。阿姐，给我摸一下吧。咦？怎么跟妈妈一样佛系？一见人就摇尾巴，这可不得了。你看我这里八月高三来看你们哦，看一下矮的小孩，矮的小孩太可爱了。小狗，你如果觉得弱小无助的话，你就眨眨眼。不是。你耳朵还小小的，不是，我见你可爱呀、你也懂哦，你这么无辜的，坐好来，来坐好来，我觉得你超可爱的，你这个可以不？你耳朵小小的，是吧？两个小发夹，里面我看一下你是男孩女孩先，我看一下哎，这也不太好吧？我看一下，是女孩子哎，小女孩你好，小女孩你好，阿姐，你说那小孩跟你一样是很佛的，无辜眼神，他们的这个舌头也是全黑的不？可以吧？而且你一天没事干也就睡觉，你还能干嘛？真的有点熊大熊二的感觉，这俩，我看看哪个是大，你是熊大，你是熊二，对吧？啾，我啾啾啾，来，吃我的手，等一下，我给火腿肠你们俩吃，先别着急，现在先吃手嘛。哦，抓你一个大狗头，过来给我看看。帮你们照一张相，亲一口，到这边了，到狗二了，你是狗大，你是狗二，亲不合适，两个姐妹，毁容啊你这样，把狗二搞毁容，把你妈妈就背着踩扁了，你们两个小狗截然不同不，就是不同某些白狗狗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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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呀！摸一个摸一个，来。哎，我觉得你生这两个小狗狗是来虐你的，你已经躺平了，哎，又是睡觉。